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顺全、可喜悦的旨意。咁所以变咗我讲到都系嘅，其实我每一次讲完到咧，讲到之前我尽我所能咧，好 sharp 咁记得边讲到啦，好流畅嘅记得边讲到啦。我上到台嘅时候唔会完全依靠晒我嘅笔记咧，我会好流畅讲咗出嚟。但问题我一落咗台之后咧，我第一样嘢做嘢咧，就系用全个礼拜一咧去忘记咗我边讲到嘅。如果唔系咁嘅话咧，我唔能够有下一篇完全唔受干扰嘅新鲜讲道。但系问题我就其实将佢拱低咗入去我嘅意识嘅深层嘅记忆里面嘅喎。即系如果我真系要记翻嘅，我好轻易记翻嘅。因为我反而完全将佢掉咗入去入我一个 long term memory 长久记忆里面咧。其实我到十几年之后我都会记得我嗰篇信息嘅。但系问题我要最紧要就系话咧，我由潜意识将拱咗入去下一个度，因为点解？因为我下个礼拜要有一个好熟习嘅另一篇信息，好流畅嘅另一篇信息咧，将要上台分享啊嘛。无论嗰篇系一个钟、两个钟、三个钟或者四个钟都好，我就会用呢个方法嘅。呢个就系因为我对记忆嘅认识，对潜意识嘅认识。好啦，咁而家我哋睇到作歌啦。点解好多人咧呢啲所谓作曲家咧系作得咁渣呢？即系话换句话讲，唔系话佢唔能够机械性嘅将呢啲 chord cycle 间操整只歌出嚟吓，但系佢冇办法咧，将好多嘅成名之作嘅级数咧系可以演绎喺第二啲歌度嘅。即系话换句话讲，好多佢得十几只成名之作咧，到入棺材都得呢十几只，佢冇办法再做翻晒呢一种咁嘅原创啊，嗰种啊突破啊，嗰种气氛啊，嗰种感觉咧，原因就系因为嗰十几只歌已经 occupy 咗佢嘅思维，佢已经系完全咧系效法咗嗰啲歌啊，因为嗰啲歌已经入咗佢潜意识，所以无论你点作嘅时候咧，佢都会浮翻佢以前佢觉得欣赏嘅嗰几只佢作出嚟嘅歌，直至到可能抄完你嘅歌啊，将佢百搭啦，咁先出到只新歌。但系问题都唔系佢嘅原创嘅，原因就系咁解啦。但系你记住，如果你能够掌握到作歌嘅第一个锁匙嘅话，连我所谓第一个锁匙，当然不是第一个 momentum 啦，即是里面一啲嘅基本嘅原理，你只要攞到呢个基本原理，然后不断用你嘅潜意识去作咧，你都已经可以作到好多歌。但好可惜就系如我所讲，好多人佢哋作咗呢啲歌之后咧，佢哋由作曲啦、编曲啦，至到填词咧，佢将只歌重复太多，多到嘅阶段咧，甚至佢又当想作第二只歌嘅时候，佢又唔识得忘记咗上一只歌去作另一只歌，于是乎佢哋。嗱，开头一两次都得，但到三四次嘅时候，佢哋歌咧就偏向已经系重复翻之前嘅 style 啊，嗰种嘅气氛啊，咁而佢哋于是乎想再有咩话，我哋称为灵感嘅时候咧，其实所谓灵感只不过就系话你能够再有一个崭新从潜意识所产生出嚟嘅歌曲啫嘛。咁但系问题佢想忘记咗佢嘅时候咧，佢多数用好多方法啦，放松啦，有啲系吸毒啦。有啲食大麻啦，有啲越嚟越撈教，仲好多好多呢啲嘢。我讲嘅系基督徒啊，甚至咁先至叫做 beat 到下一只歌出嚟吓。但系其实根本原因就系话，只不过佢哋喺信仰上唔识得心意更新啫。如果你喺信仰上心意更新，你就已经系不断将效法呢个世界嘅嘢咧，你改头换面，然后你将圣经里面嘅原则去取替佢啦。其实原来喺信仰上，当我哋懂得心意更新嘅人咧，其实就系可以日新月异嘅，系可以不断作好多崭新嘅歌啦，填好多崭新嘅词啦，而并且讲好多崭新嘅讲道嘅，而并且喺你日常生活当中咧，你都可以不断突破。所以神点解俾咗生命我哋之后，然后教我哋喺呢个生命当中咧，唔好效法呢个世界，反而去心意更新。因为喺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真系做嘅话咧，你其实不断下意识已经不断识得清洗你嘅潜意识。然后再次重新嘅藉着习惯咧，去建立一个新嘅潜意识。你习惯咗啊，习惯咗之后，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不断创新嘅人。所以唔好谂住哦，神啊，你咁样将我摆咗喺呢个咁古老嘅文化，或者一个咁顽固嘅文化，但你又要我心意更新，咁啊害咗我咧。其实唔系，系原因就系神让呢个方法咧，你肯做，并且做得密集，做得多嘅话咧，你就会成为一个好活泼，并且一个好崭新、好创新嘅一个人。所以你要睇到我咪就系一个咁嘅人啦。因为我好早年已经识得心意更新啦嘛，我好早年已经将我自己嘅信主之前嘅习惯咧改成圣洁嘅生活方式噶嘛。
而事实上无论我的概念啦，我自己的理解力啦，我自己的创作力啦，全部都用这个方法去做了。当我这样去做了的时候呢，我咪做返我讲道咋嘛，是咪咁我讲道，总之我一个礼拜讲咗无论几震惊几劲嘅信息嘅话，讲完之后我就忘记晒佢㗎啦。我直接忘记晒喺个聚会当中啲人几赞叹啦，忘记呢篇信息几突破啦，忘记呢篇信息能够为我带嚟嘅所有嘢呢，直接係完全忘记佢，然后我就完全由头开始去预备另一篇信息。喺咁嘅情况底下呢，唔单止会篇信息能够承先启后。因为点解？因为我将佢摆咗喺入去我一个更加 long term memory 一个嘅长久记忆里面啊嘛，所以我下意识我知道佢存在嘅，而并且下意识知道上一篇我讲到啲乜嘢嘅。但系问题，因为我完全放低佢嘅话咧，佢亦对我下一篇嘅影响力咧唔会咁大嘅，而并且越嚟越细添。咁变咗下一篇我就完全崭新嘅，而并且唔会俾上一篇影响，又或者甚至拖累，或者甚至将个 style 永远 fix 咗喺某一样嘢里面。我好轻松就会可以创新嘅，将好多崭新嘅信息咧，系源源不绝从我神嗰度收翻嚟啦。嗱，而事实上恩赐运作我又系咁做啦，源源不绝去喺神嗰度得启示又系咁做啦。咁而事实上，当咁样你就明白点解每一次咧，我其中一个做法就系每一个嘅信息咧，当我去预备嘅时候咧，我都会听一只歌噶嘛，但系次次都唔同一只歌。今次呢篇主日。是乜嘢嘅 style 咧？我就用乜嘢一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顺全、可喜悦嘅旨意。站近宝座前，多你圣洁。在内心期待与你相见，撇弃俗世心事，抛开挂牵，前来求问祷告，让我靠到你身边，全将我心交托在坛上，诚恳要将国印奉献。离开世间的恶念仇恨，求将爱心每日扩展，全将照主的教导行公义，寻找我主引导，定主差遣，常倚靠主，常祷告殿中，全将岁月气息永献。